迎家人们好。好，谢谢啊，接一下第二组。为大家介绍第二组的男搭档是著名歌手、著名节目主持人戴军。好，他的搭档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二人转演员郝莎莎。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，很高兴的今天来到我们的辽宁卫视参加我们这个直播节目，对不对？让每个家庭都快乐的转起来。今天拿不拿第一无所谓，反正我们也是拿第一的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摁那个二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对对，人家有一个组合叫 You Two， 我们两个是 Me Two， 看你二还是我二，我们比较二，所以就按二号就行了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支持二啊。好，来介绍第三组的男搭档是世界十大男模之一，著名影视演员歌手胡东。大家好。好，他的搭档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二人转演员张可。大家好。好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快乐，也能够在每天、每月、每年都能够快乐。谢谢，支持我们。好，下面我向各位介绍我们第四组的这位女士，漂亮的女演员，她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《梦想中国五强》的选手。欢迎我们的吴琼。吴琼。好。